生去做外面的一些表演。我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多接触到私立大学，他们走不出来这一步，那我们走到他们那边去，让他们了解说，哦，我们私立大学在做什么。我们这边上私立大学有很多丰富的课程，并不是只有投递课程，啊，但是至少他可以看到我们私立大学，让他们去了解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的真的还蛮辛苦的，所以我来这边，我觉得如果可以做一些贡献，我觉得这也是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